杨子一号特派员，新建平报道。秦广豪，科技顾问；方雨辰，情报专员；简正军，军事设计委员；范伟，枪械研究专员。这四位科技人员，是我们特别从国外请回来的。没想到他们一抵达上海， 就被日本特务人员给劫了去。这批日本特务人员是以上海法租界的三井株式商会作为他们的掩护。这次给你的任务，就是从他们手上把这四位对国家存亡有极重大关系的科技人员安然无恙地救回来。建平，在上海法租界， 我们不能以军事武力跟日本理论，所以，我征得了桂山主的首肯，同意你在上海寻求洪门兄弟的帮助。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剑子二号也会随时协助你。不到必要的时候，最好不要碰面，免得泄露了身份。这是你们彼此认同的手势。 山开盛会，五湖四海英雄将，龙兄虎弟站两旁，举集英雄刘关张，万古千秋把名扬，弟子有咒请进门，结人结义结九朝，永传洪家大吉祥。 三级生，三级连胜，连胜三级，上九下十二，三八二十一，合同共议宗，海湖共议台，金木水火土。 五字战哪字？战金字。战文战武。战武。天大地大齐聚会，结人结义重兄弟。二板桥头过万军，左铜右铁不差分。 朱家剑桥洪家过，不过此桥是外人。红气冲斗牛，结拜在桥头，联盟同结义，英雄逞豪强。七级楼梯向堂前，步步高升接连天，上有九楼十八殿，下有千进月宫门。 牧羊城内是乾坤，留得美名万古扬。忠心义气刀上过，丹心反骨刀下亡。迈步走进忠义堂，为台割地坐满堂，有人有理有一方。
多人多义重纲常。 亲人善意是豪强，五湖四海共一家，忠义堂前仁义在，红遍红家一炉香。 安天心顺，忠良义气万古存。弟兄今日相堂尽，生死患难一般同。三把半香，一把香，仁义香。五湖四海把名扬，二把香，忠义香。桃园结义刘关张。 三把香，根本香。龙头大爷是宋江，半把香，威武香。插的不高又不低，刚好插在龙口里。日出扶桑，万丈高。 恭喜兄弟胜散起，功劳艰苦无半年，兄弟无德又无才，贤才卓越名四海，可称国家栋梁才。龙头大爷捧场，兄弟担当不起。国家遭劫，鸿门挺直维护。兄弟，这是咱们鸿门爱国报效的事迹，也是咱们立邦兴亡的宗旨。此次前去，任重道远。 你要多加小心，一切都要三思而后行。大爷叮嘱，兄弟牢记在心。好，建平，尽管放手去做，我会号召普国洪门兄弟，助你一臂之力。去吧，辞别仁兄在堂中，余弟改日再相逢。回头辞别众兄弟，男儿立志逞英雄。 上海啊，你再改不了座，我马上送你回去。是，少喝什么？香槟啊，好好好，包奖票，好，快点啊，小心点啊，快点，小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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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我自己来。啊。凤凰三点头。单边镇求助的。大少爷，坐了一天车，口渴得很。我。李后，如愿援助，请饮杯中茶；不愿，倒茶。既是求助，不知是托妻借钱。
救命，免难的哪一种？救命，救何人之命？同门兄弟。不，牢中的苦难同胞。事关重大，万望成全。须恭报龙头大爷。呛。奇怪，就这几个杯子搞来搞去的，这哎我哎哎哎对啊兵部大爷有人来拜码头。金码头、银码头，来到老哥贵码头，山清水秀，人豪地绝，不周不到之处，望老哥海涵恕过。惊驾银驾，不知你老哥龙虎甚驾，早知龙虎驾到，理当远迎。忠义堂前红光照，五湖四海共一家，天下英雄都得标。忠义堂前把令教，三川五岳来结拜，五湖四海聚钱财，要将日月来扭转，乾坤落在鸿门中。请教尊姓。姓辛，名建平。再请教尊姓。姓徐。三请教尊姓。姓洪。因何一人有三姓？父母所生有一姓，身随拜兄一姓，咱们洪门有一姓，所以兄弟有三姓。金山银山，不知你老哥是哪座名山？好说好说，兄弟太华山。请问你老哥哪里去？往太湖而去。可有公文腰牌？有，左手为票，右手为牌，合掌为印，心为凭，口为令。有何为证？有诗为证：五祖赐我天下同，文凭藏在我心中，魏台若问根源事，三八二一同一宗。天下鸿门是一家，请上香。红满天下，暴兵在四方。扬子长江水，万代亦无香。不是英雄不上山，不是好汉不登堂。你鸽子有仁有义，自家兄弟不拘家务常理，来意请爷命。得位。建平此番前来，是奉了我方政府和太华山主之命，前来搭救四位与国家存亡有极重要关键的人物。大爷啊，鸿门多的是忠勇之士，秉的是忠义二字，齐心为国，鸿门理应效命。翠玲，威武窑子里可有咱们的兄弟？有一个叫江源的兄弟是咱们派进去的。
不过，回国来跟我们作对，妈，我看你是穷骨头发骚，贱货。哟，看不出还挺有骨气的啊。好，江远，中州先生吩咐过，不可以用刑啊，他还要这四个人为皇军效力呢。哼，贾老二，你放心，我看他们几个对国民政府忠心耿耿，我就来气。哼，给他们几个电棒，消消他们的锐气。嘿嘿嘿，老家伙，好好的祷告吧，希望这个电棒不会把你的情报密码给电忘了。怎么样，滋味好受吧？三八二一，同一宗，天下红门是一家。哼！哼！博士，碰上了电棒，还不是个别事啊？哼！哟，爆破专家。想不想把这根棒子给炸了？嗯，记住，这是鸿门见面的手势，三把白枪。这几个老家伙还真够种啊，哼都不吭一声。哼，那当然了，吭气不管用，那倒不如不吭了。我的梦中的人儿娘，你在何处？你贾爷，啊，哎呀，来来来来，好，这儿坐嘛。呵，今儿穿这么漂亮啊，怎么，是不是发洋财了？哎，自己兄弟干嘛那么挖苦人呢？啊，开玩笑。江岩已经把首饰和暗语带进去了。嗯，那咱们可以准备行动了。通知江岩，今晚8点准时行。是的。石头又臭又硬，说说你要我说什么？还不说，快说说说说。今晚八时准时行动。你确定是今晚8点？老话一句，我办事你放心呢。好，老二，这票买卖要是能谈成，哼，我一定重重的奖赏你。老板，只要人到了您的手中，重庆政府一定会接受您开出的所有条件呢。哼，这是天聪人愿，咱们又有好日子过了。
你干什么？没事没事。先生，干嘛发那么大火啊？来，我给你消消心中火，散散口中气。小晴晴，你什么时候来的？人家来了好一会儿了，听说你在发脾气，就没敢进来。哎，你要是早进来给我消消火，不就没有事了？我也不会发脾气了。有。叫我在那么多人面前要我给你消火行吗？嗯，你这没心肝的，这么多天来都没去捧人家场，你心里面到底还有没有我呀？有，我心里当然想你，我的心，我的肝，一切都给你了。来，你要不相信可以摸摸看。讨厌。桃园结义刘关张，兄弟忠义信名扬，不服朝公心在汉，流传万古世无双。本家有难待指点，这就是单边阵。马不离鞍，单边能救主，独角马难骑。红扇盖红茶，乡试满天下，三八二十一，何来共一架？请问两位有何困难？四名归国学人下落不明，敬请寻求。天下鸿门是一架，鸽子有难兄弟单，请。哎呀，想不到这杂七杂八的鬼东西还挺管用的。嗯，我也来试试。哎，二位大哥，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啊。
关张。小赤佬，哎，兄弟，兄弟丁贵，姓名杨，神经病。来来来，哎，怎么看一样东西？不服曹公，满头汗，万古流芳。我丁贵，怎么样？啊，我们遵从你小表弟。嗯，走。咱家有难，待指点。人不离家，马不离鞍。老汉拉车，狗鞭求救。冒出入宫，三大六洞。小兄弟，有什么事吗？啊，你来看我这个，我这个，狗鞭阵像不像啊？你胡说些什么？嗯，红扇盖红头，乡试在今朝。哼，你三八，我四九，咱们俩一个样啊。放你妈的屁！哎呦，臭娘们，竟然敢动手打我！嗯，哎呦，小兄弟，这就是你不对了，怎么可以乱动手呢？放你妈个七十二个连环屁！哼，难怪这臭娘们敢欺负我本少爷，哼，原来是有帮手的。好，干脆让你们通通上，看我丁少爷好好的教训你们一顿。喊，大，凤小子是哪来的？大姐，不管他是打哪儿来的，先把他带回堂口再说。对，反对咱们四姑五里，非得好好揍他一顿不可。给我打！哼，四姑啊，我看你们像四个寡妇。糟了，忘了带喷子。哟，看不出你还是个玩家子吗？还懂得喷子两个字。四个姑奶奶，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带回去啊，走，我走。不错，拿不动轿。哦，
生什么事？我去看看。钟家鸽子，不能开枪。中村在我们堂口被杀，日本领事一定会提出严重的抗议，那会为我们政府引来更大的国际纠纷。哎，就是他。胡老板，您人不做暗事，把人交出来。人不在我这里。我明明看见江源在跟他们比这种手势，怎么会？不管怎么说，事情发生在江源身上，跟你们洪门脱不了关系。限你们三天之内，把人交到三军机构。走。厚葬死者，安抚家属。是的。大爷，大爷，丁大爷。单边正破阵，人在哪里？银河仓库。你去看看，秦广豪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他们已经被移送了。他们是什么人？是中村。中村先生，你错了，我是得到密报才到这儿来的。照你这么说，是另有他人了。哼，这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走。这就怪了。照这种情形看，这四个人果真不在洪门手中。哎呀，宗准先生，您就这么轻易相信他们吗？混江湖跑码头，讲的就是一个性子。我相信胡惠德这个人不会说谎。可是这他们好了，上海地面上除了洪门还有个安清堂，依你看，会不会是他们？对。哈哈哈，大当家，欢迎欢迎。大家请坐，我今天请你来纯属私人邀约，我们不要谈这些伤感情的话。来，请上座吧。谢了，咱们之间没什么交情可谈，今天你约我来为的是什么？
请直说吧。大当家，这是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请问你安清堂有没有四名从我三警机构逃出来的军事重犯？是你们日本人还是？是中国人。没有。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倒希望他们能到我的堂口。为什么？我好尽全力来保护他们。如林子，我念你是个女流，所以出说礼让三分。如果你这么不识抬举，逞口舌之力，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中村先生，你我所站的原本就是敌对的立场，所以你的礼让根本就是多余的。嗯，中村先生，如林之告辞。让他们走。胡大爷，我们虽然同在上海，但是彼此皆少有来往，今日相邀不知有何见教。大当家，听本门坐堂大爷新大爷说，昨晚三井机构中村太郎请你吃饭，你在席间那种不卑不亢的应对实在令我钦佩。你听到了？我们就在鸿门，耳目众多，没有不知道的事。胡大爷，那只是身为中国人应有的态度。嗯，不愧为女中豪杰，在这战乱期间，你我青红两帮应同心协力抵御外物。当然是。胡大爷，请直截了当地说。好，我政府为了护国建国，特地自国外招请了四位军事武器的专门人才，不料却为中村截取。鸿门义不容辞地协助政府，将这四位与国家存亡有极大关联的重要人物自三井机构救出，不料却被一批不知名之人从中作梗截去了。大当家，上海地方虽大，我鸿门势力却也遍及，可是却毫无音讯，实在令人焦心。事关国家存亡，我安亲堂愿全力以赴。有大当家这句话，咱们青红两帮就此联手对抗日方。相信咱们即使心中有再大的不快，从现在开始也是一笔勾销，对吗？你不要怨我，不要恨我。怎么样，宝贝，跟不跟我走？你能给我什么？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富贵荣华。哦，哪里来的？凭我的手段。这么稳？当然，我捏了一手人人想要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只要你跟我走，不是就知道了吗？少说话呀！滚去！咱们得赶快把这四个人送走啊，要不然迟早准会出事啊。送是一定要送，但是要找个安稳的地方。少爷呢？两位大爷刚出去，怎么有事啊？
哦，有人送了封信来，信封上还注明了吉成两个字。哦，送信的人呢？没见到啊。大少爷他们到哪儿去了？万一有什么大事给耽误了，那可就糟了。嗯，哎，顾不了那么多，先看看再说。哎，秦广豪四人被押于南山木材厂速去。哎，咱们快走。看到信，情势紧迫，我跟崔大哥就立刻赶去，没想到，哎，崔岭一向稳重，想不到也会做出这种糊涂事。无谓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大爷，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自作主张看了信，要不是为了我，崔大哥他也不会。现在不是追究责任，也不是懊恼的时候。崔岭的后事，以我鸿蒙后里安葬。是。眼前最重要的是秦先生他们的行踪，已经不知去向。这么一来，咱们再想寻人，只怕更困难了。不，我相信很快的事情就会有眉目的。哦，怎么说？一个人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一定是想办法先找个坚稳有力的靠山。对，只要咱们逼得紧追得严，就不怕他们不现身呢。胡大爷，从现在开始，咱们青红两帮要加紧的追查，严密的搜索，逼他们现身。你好香哦。哎，要那四个中国人到底要干嘛？不干嘛，他们是皇军进攻中国，
占领支那的阻碍。那非抓回他们不可喽。嗯。哎，这两天怎么没见你有什么行动啊？反正有青红两帮替我奔波劳碌，我急什么？你呀、啊嗯，还真厉害呢。老板，所有的道路都给中村封住了，上海啊，咱们可是出不去了。留在这儿，青红两帮严密搜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条路走。嗯，什么路？把他们四个给卖了。哎，对，哎，把他们给卖了，咱们还可以发笔小财呀。你去跟中村谈。4000两黄金，他带4个人抬金子，我带4个人押人犯。大当家，你很喜欢这块玉佩。哼，无所谓喜不喜欢。反正他是跟定我了。好无奈的一句话。人活在世上本来就是要承受许多的无奈。为什么？是不是他跟你的终身有绝大的关系？你怎么知道？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想知道，既然他已经决定了你的终身，你为什么会觉得无奈？指腹为婚的亲事，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夫，既陌生又担心，万一他是个不长进不上路的地痞流氓，再万一他是个汉奸，是个卖国贼，请问你，到时候他拿了翠绿寒玉来了，我该怎么办？为什么要尽往坏的那方面想？未雨绸缪是应该的。原本是这个翠绿寒玉，我像不像地痞流氓？像不像汉奸卖国贼？那你还担心什么？谁说我担心了？大当家，建平，什么事让你们谈那么愉快？没什么。大爷，大爷，当家的，秦先生他们四位是给一个土匪出身叫朱坤桥劫去的。而且他们和中村太郎约好了，明天中午在向阳谷以4000两黄金作为交换条件的。哪来的消息？是七爷派人送来的消息，不许提那两个字。是。胡大爷，这七爷是？这是洪门麒麟山的一大汉室，不提也罢。走。中村先生，等你好一阵子了。要不要看看金条？那是必然的。来，把那几个伟人带出来，让中村先生看看。哎，站起来！啊！过来！好家伙，中村先生，你真是个有信用的人，说话算话。咱们换吧，来过来，啊，快，啊，过来。
走。过来过来。哇。朱坤角，你不怕我换到人犯把你给毙了？中村先生，我如果没有相当准备，我敢约你吗？你很厉害，是个角色。哪里，我只是不敢惹你，多一份防备罢了。朱根桥，把人留下。中村先生，他们可是冲着那四个人来的。别忘了，人现在还没离开你，也有一份。那我们应该联手对付他们了。只要能把他们击退，黄金还。同时，我还答应你一个请求，不管任何事。好，弟兄们，老人家跟他们拼了！看样子，土匪和日本人联手。管他妈的联不联手，怎么杀一个算一个。开枪！东村先生，我们不能死守在这儿。对，把那四个人押过来。是。进攻两帮，立即听我，否则我就把他们杀了。停！他妈的，打不过就威胁，咱们拼了！林振，千万不可，建平的任务就是要救回活口。走！走！走！记得你对我的承诺吗？当然，你说要什么我一定给。我要他。怎么，中村先生不舍得？好，给你。谢谢你的礼物，我到隔壁去了啊。宗春先生，这朱老板他是在啊。对，大儿，我能答应他一件事，同样的我也能给你一个机会，就怕你不敢。这，
安亲堂，找你的。喂，我是啊，剑子二号。吃饭，偷袭。机会来了，咱们赶快行动。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人，活在这世界上，根本就是多余。贾老二就是个例子。至于这份礼物，我还给你。不，送出去的礼物收回来就没有意思。这个礼物不会属于任何人，它是你我共同拥有的俘虏。中村先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嗯，谁要他不先约好，临时打电话，害我妆都没化好。哎，你们找谁啊？中村先生约我们来的。中村先生不在。哎，他当然不在了。他呀，他在松银饭店吃饭呢，他马上就会回来接我们的。我们走。嗯。哎，小姐，你们在外面等吧。嗯，什么？要我们在外面等啊？嗯，你当我们是什么？哼！待会儿中村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好，那我们就坐在这里等。好吧。哎，我的姑奶奶，你们不能坐在这儿等啊！好吧，你们进去等吧。嗯，这还差不多。
铁树不开花，青红不分家。铁树开了花，青红分帮不分家。你们快点跟我们走吧，快点。安金堂他们干的。嗯。好大的胆子，青红帮，我要给你们好看。不言谢，我们永记在心。再见，秦先生。有林芝和建平率领两帮弟兄沿路护送，您四位尽管放心。多谢各位，告辞了。大爷，大爷，宗人太郎在刑场枪毙一名间谍。是什么人？是。是剑子二号。剑子二号。嗯，他是我方政府派驻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秦先生，嗯，你们四位先走一步，我跟灵芝随后赶到。你们剑子二号是我方最优秀的谍报人员，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回来。好，那我们先走了。中村先生，你看他们该不会不来吧？哼，请你放心，我这招起军入瓮是不会有问题的。妈的，时间到了，来的人影，咱们还等不等了？提醒。不怕死的就来吧！他妈的，拿刀！这样牺牲不值得。
回去。洪门亲帮莲花藕，血脉相连一之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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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门亲帮莲花藕，小兄，别帮我，快走。正是我一展身手的时刻。走。兄弟们，照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方法，各个击破，走。上。上。发生什么意外吧？建明是智勇双全的男儿，你尽可放心。
但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事情都解决了没有？都解决了。替政府做事，自犯帮规，不惜沦入风尘。龙头大爷误以为七爷自甘堕落，大爷一怒之下就把七爷踢出了门墙。这么回事啊？这怪不得大爷，情报本来就是绝对机密，我们每一位工作同仁本来就怀去人尽人世悲痛的心情来报效国家，我只求大爷还愿收我。当然，你永远是我鸿门七爷。